停我头前的啦，你挡在遐，我要安怎停？那飘到什么时候呢？
台、两台、三台，统统被我拍下来了。四台。还是我去上瑜伽。我在想，是我今天上瑜伽。BBV 5107，这样不好吧？又没有下出口，你一直看右边干什么啊？想犯罪？想快速通关？哦，又右转，好。来，3000，谢谢。上礼拜罚单还没收到，这礼拜又要多一张，很好很好。投机取巧，那你就没有下出口，然后你在那边乱想乱避，这样比较快吗？速限100公里。哦，这样子你走那一分钟你也高兴。啊，你有没有？你要3000也不走前面一点，走那一分钟你也那么爽。
人家那个违规的达人吗？是啊。你有得到那个政府的许可吗？你有申请到政府的许可说你可以拍照吗？我没有拍照。你是不是在拍人家？你后面装一个监视器不是吗？你不是在拍人家那个的吗？是行车记录器啊，为安全自保用的啦。对啊，行车记录器你就是有在拍照别人的。避免被别人拍啊，懂不懂？对，别人拍怎么会被别人拍？被别人拍。被别人拍，拍哦。对啊。没有，世界上现在没有人会拍。这个不用讲。Thank you.